小爱同学，我听着呢。抖音是什么？抖音是一款音乐创意短视频社交软件，是一个专注年轻人的15秒音乐短视频社区。用户可以通过这款软件选择歌曲，拍摄15秒的音乐短视频，形成自己的作品。此 APP 已在 Android 各大应用商店和 APP Store 均有上线。播放和抖音有关的歌曲。好的，播放关于抖音的歌曲。我的眼里都是你，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， 对你说我喜欢你，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。 Let's get it， 还想对你说我喜欢你 baby， It's gonna be like right。